戏彩娱亲，二十四孝之十七，朝代周朝，孝子老来子。父母毕竟年纪大了，不能四处游玩，生活难免会单调乏味。我要怎么样才能让他们高兴起来呢？对，就是这样子。爹娘，喂，老头子，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我们家门口怎么有个怪人？我好像也在做梦，我也看到了。好像不对，两个人怎么大白天做同一个梦啊？对呀，他刚才叫什么来着？他好像是在叫爹娘。哦，那他爹娘在哪儿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这里好像没有人来过。爹娘，是我啊。是我们的儿子。是我们的儿子。爹娘，你们看我漂不漂亮？爹娘，喝点水吧。儿子真孝顺呢。那当然了，是我们的儿子嘛。为人子者，能时时博得父母欢心，亦是报答渠劳之一法。